怎么有人在桌上刻了个"凿"字啊？感觉这凿怪怪的。这该不会是你刻的吧？哎呦，你别帮丁宪抄笔记啦！快了快了，两分钟啊。嗯？这是个啥呀？钉吗？咋了？这不是一早字吗？啊！啊，这是个早字。哦。哎，那为啥这有个勾啊？有吗？有啊。丁宪，我现在知道了你的秘密了。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秘密？我知道。我一直都知道。夏天会因为谁而放慢了脚步，热闹的蝉鸣，复杂心情，不知道未来有怎样风景。电影会因为谁而重现了剧情，突然的暴雨，路看不清，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星星。看着那最后一颗烟花火消失天际，提醒我有些话不说，一切会不会太晚？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，在无眠的寒夜，告别的季节，拼命再勇敢一些，我们会一天一天一天长长的走下去。拿我书干嘛？